来，我来问，我相信你一定又是一片空白了。好，如果你现在是付费的 agent， 你会怎么跟你朋友介绍你现在从事的工作？现在做什么？怎么改啊？啊，讲给我听。我，你连你做什么都不能说，你怎么介绍商品？啊？你现在做什么？地产。 非常棒啊，他起码讲出两个字啊，很清楚啊，有没有错？没有错。没错的。再来，卖屋子谁讲的？你还跟他解释哈？哦，哦，哇！各位，你看，姐姐今年40岁嘛哈、哦，你看看，连他都有这个创意，你却没有。哦，卖屋子 OK 啊，还讲我们的屋子很棒，不用买家具装潢，而且还不能装冷气。 啊、哦，嫌它不够大，可以是买七个，可以横着躺进去，对不对？OK 啊，还有名字，我现在你们不满意的，对不对？我卖地产，我卖屋子，不满意吧？有没有其他名字？啊，什么？有没有直接讲我卖骨灰店的？有没有？不愿意哦，我这叫宝塔王子，我多骄傲啊！为什么？刚开始的预售市场确实有这种障碍，我们叫它所知障。 你知道，人的感官上面可能听到殡葬生死是忌讳、不吉利的，对不对？尤其在新加坡，我听这个我们 Jeff 跟这个，我都会忘了名字，亲爱的。对，好，亲爱的，好，亲爱的，好。他讲说，哇，新加坡人教小孩路边有办丧事要绕过去，对不对？对不对？尽量不要碰，对不对？是这样子。 有什么稀奇？台湾校庆的孩子这样子啊，我也是这样子啊。每次过去还要念几个字，叫什么阿弥陀佛，有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一看到照片，哎呀，拍谁了？拍谁了？有没有？一样的，但是有没有影响我们这行业发展？没有，那个是俗成的事情，跟我这行业无关，懂我意思吗？那有关系啊？台湾现在也是道啊，不敢看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现在谈的一个是一个投资标的跟未来趋势的一个理财的计划。 所以这种所知障你不需要有，你越有你越说不出口。就像刚刚问你现在从事什么，富贵 agent 在卖什么？房子，主要做什么？地产，那你知道干嘛？不知道，你没得谈嘛？啊，那你们刚刚就空口说白话了，对不对？要赚钱要，什么商机有？怎么做？没，没搞头了，啊。 我们来先界定我们的生命跟行业。在台湾，我从事的工作叫做生命物业管理。何谓生命物业管理？各位，不管墓地或是塔，都是生命服务事业的资产。我们同意，它是一个物业资产，我在做管理。 不是去管理员哦，我做什么专业？我做市场管理，我是生命物业管理，这是我们界定的行业上的一个认知。你做什么？生命物业管理，做什么？我做预售市场行销，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 marketing， 预售市场的行销。那你们的案子是什么？ 叫做富贵专案，就是富贵山庄，对不对？你们的品项是什么？目前我们推出的是个人、夫妻、精致级 VIP 的骨灰店，这样不清楚？你为什么做这个？因为他在新加坡会有非常大的商机跟需求，你必须注意这样的讯息。你为什么想来做这个？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会来做。 但是我了解很多资讯之后，我发现我非做不可，而且要赶快来做。各位，当你这样讲完，不管他是客户，或是你要再找寻的 partner， 会不会有一点好奇呀、啊？会不会？对不对？你要先有构思，你的行业是什么？生命物业管理，你做什么预售市场的这个行销？各位要知道，殡葬业有两块，一块叫做预占市场。 一块叫做服务管理，所谓的服务管理就是
已经是要使用了，我人走了，要不要来服务？各位要看这个服务价值是很高的。如果社会没有这种服务，你觉得会不会乱？会耶。好，请问一下，那个的服务各位要不要做？各位有没有能力做？有没有意愿做？我看没有嘛，是不是交给专业去做？对不对？各位，你们要不要拿钱出来给富贵帮助他一起盖这个塔？不需要吧？所以怎么盖这个塔，怎么样装置产品设计规划，跟你们有关系？没有关系吧？那一块是物业管理，这一块是市场管理，你做的是市场 marketing 那一块，是在做预售。那预售分两种，不好意思，我浪费纸哦，这没关系哈。预售分两种，一种叫做推案预售，一种叫现货预售。什么叫推案预售？就要讲，我有想法跟计划，但我还没有把它盖好，我先推。在台湾有预售屋，新加坡有没有？各位知道台湾的预售屋是全世界最奇怪畸形的房地产作业模式，就是我买了一块土地，我跟你讲我要在这边盖什么样的房子，现在卖你多少钱，盖好之后就是变比较高比较贵，你现在先跟我买，先付一点的钱，每月再付一点，但是过程中工程期后两三年你是没有资产的，这个权利完全不是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建物也不是你的，而且银行也不贷款，也不贷款哦。对，有没有人买？有啊，一窝蜂买啊。为什么？因为台湾喜欢赌，哦，不是啦，哈。因为我们会评估，第一个，这个建商的信誉好不好？这个环境有没有增值的空间？懂意思吧？然后未来的人口需求是不是这个案子是这个有这个哦可以饱和的？会评估很多，确实预售买会比盖好之后买便宜很多，懂意思吗？这叫做推案预售。那过去台湾的这个骨灰店也是这样子，大部分哦这几大家，包括金宝山、包括龙岩、北海、福田、妙国这大家的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在台湾，在新加坡付费，它是哪一项？它是现货预售，懂意思吗？现货预售比较有保障，还是推案预售？现货，因为已经盖好了，你不用承担有没有起造完成的风险了，各位知道吗？所以这样的案子事实上是比较稳定的标的，